是无悔。那我这身装扮就知道今天天气如何了。来到一个之前调查过的地方，现在往这边走走，好多鬼针草、蔬菜蜜、啊。鬼针草就是草叶。Sorry， 我、哦啊、这个花，哦，你看到牵牛花有没有？这个沟哎。我一直听琵琶，所以呢，就要把调度调重一点。之前有人问说，为什么要下面加两颗木？其实方便。让这个变重一点，竹标的配重变重一点。先分散掉了 ，OK， 分散掉了。个人打龟了，吃完也不丢了哈。阿伯的菜园要被毁了，看一下边菜园。今天民政采换版的，河川局管很大，啊管这个干嘛？排放污水的不去管，管人家种菜，人家种菜又没有碍到你，就说你的事哦，人家小小的菜园，你看我可爱的菜园。就这样子被他毁了，哇！我踩，哇！这是生地哎，我看过，一半是生地，一半不是生地，水流很急，哇！这里超凉的。
在里外头在放嘛，放袂了。哦，哎，放袂了。鱼了也死水。卖污染太严重啦。咱都无鱼啊啦，我咧靠。卖讲五鬼啊，哦，五鬼啊较大只，无要紧，咱头一年要惊八十岁。啊，你若有啊吼，钓钓等于八十五岁啊吼，哦，看尔，迄鱼啊，嘛是真好食，盐巴巴的，香香的。那是啊，是食较清气的。嘿啦，其实是咱来食哩啊。你若北来甲头家卖食，其他迄肉拢还好。还有即摆诶环境较好，有迄鱼大干诶，排水沟落来晒着油，是哦，化工诶，啊即摆少啊，即摆有管制啊，嘿，对，有改善。这边晚上就撸上了，有中一条鲤，但是脱钩，这里刚刚有鲤在线，应该不错，不过水不会很深，浅。好，下次有机会再来，大家见了。